横店是个神奇的地方，承载着异乡人的梦想。过年了，许多人不回家，就为了等镜头前一个闪光的机会。我老郝只是个小群演，老魏导演说戏太过，找不着机位。可我有一颗向往的心呢，为了小群演变成男一号的梦，我得更努力。老李，过年好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我买两个猪肉白菜馅的包子。那包子卖没了，都让那个闹新春剧组全包了。没关系，我去隔壁老陈的看看。来来，回来。哎，老郝，问你个事儿。刚过完年，现在还有戏演吗？什么叫有戏演啊？群演很多都回家过年了。是啊，那戏特别多。我昨天接了个角色，就有两句台词呢。还有词儿？什么词儿啊？第一句来了，第二句呢？哦。你这都不知道演的是谁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这明显吗？表演这个东西那千变万化，你就比如说啊，来了这两个字儿就有好多种演法。来了，生活剧跑堂了，来了悬疑剧大翻拍。别，你再看那个，再看那个啊，再看那个啊，来了！哎，行行行，你可慢点，行。我知道你啊，哎，演戏演技卓越。现场导演不让看，看不得演技。我这儿有镜头，要不要陪你看看？你这有镜头啊？哪来的镜头？来，慢慢跟你说啊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监控啊？摄像机。啊？这儿有储存卡。拍完能看，拍完能看。你看这灯，看着没？看着没？不好了，还有这布景，全乎的，都实景拍摄。咱们这儿，你品品，这相当于什么？啥意思？你让我在这里试戏吗？我女儿啊要结婚了，我得回趟家。你上次说要试镜超市老板吧，男一号。男一号？哎呀！你要不要体验一天？我终于能有机会看回放了，谢谢老弟。方便客户双赢。别，客户的试戏第二。那行啊，场地给你安排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这些机位视野很窄，你必须要瞄准这些镜头才能给你拍下来。我终于能有机会训练找镜头了，回头考下来，琢磨提升一下演技。超市老板都干些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老板呀，开超市的。不，我是说啊。大多是什么性格？比如说抠门一点呢，还是大方一点的？别，不大方不大方，记得可千万别抹零。好。这个我这个位置，得是一个老好人。嗯，好，明白。会做生意，爱帮街坊。明白。最重要的是要跟那个隔壁老陈斗。你说，毕竟我们俩斗，都已经斗这么多年了。你们俩？不是我们俩，是他。他挑衅我，都是他，都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。是，就白热化啊？那怎么斗呢？他不是好斗吗？你得学我。上次有一小孩来买东西，我就戴上孙悟空的面具，我就看，就翻了个跟头，我就赢了。这个老陈还老这样的讽刺我。你年轻，你也这样给他回回去。我尽量。来，我带你啊，熟悉一下环境。这是那生鲜冷柜，这也千万不能断电啊！断电我那肉就都臭了。哎，来，这是库房。正月里过完了年，大年初一头一天过完了，初一是初二，过完了初二是初三。谢谢，这是我的才艺表演啊。好，我还是研究。怎么样做好一个老板啊？演戏呀，必须得走戏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太不容易了。哎，我买点东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好的，拜拜。老李，新年好！新年好。你谁呀？你谁呀？
你也是来这体验的演员吗？谁是来体验的？我是正经剧组演员呢。我叫老郝，是跟老李替班的。我怎么看你不眼熟呢？您是不是新来的演员？我都画成这样了，你还能看出来我不眼熟呢？我来横店这么长时间了，大大小小的演员基本上都认识，我不认识您呢。啊，我是那个狼工程剧组的，今天呀是狼族和鱼族的决战，我是演狼族这边的人啊，就是那个，呜呜，哦，停停停，哎呀，停停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吓着您嘛，你随便挑，随便写啊。哈，您自己付钱，那个您就别再写了。我不学一下呀，我怕你看不出来。我已经看出来了，您不就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吗？我演得这么好吗？啊，对呀。啊，我们这狼族就是漠北的。是吗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给我整三瓶王老吉，一卷橡皮筋，俩瑞士卷，一个润唇膏啊。你刚才说那台词太快了，能不能慢一点说一遍？我没记住。啊？能不能慢一点说一遍？我刚才没记住。三瓶王老吉，一卷橡皮筋，俩瑞卷，一个润唇膏，这点玩意儿你还得记呀？赶紧拿嘛！哦，对对，不用记，我都记住了。对对，那个三瓶自宁吉，王老吉。哦，对对对，王老吉，三瓶王老吉是。完事之后一卷橡皮筋。哦，是是是是。啊，哎呀，是，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您挡我镜头了。啊，那橡皮筋在哪儿呢？我哪知道啊，你给人看店儿，你这也太不专业了。我刚才这段戏演得太差了，再来一遍。三瓶王老吉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三瓶王老吉啊，你别打我镜头，那个橡皮筋在哪儿呢？你能帮人看你就帮人看啊。我还是不知道橡皮筋在哪儿，不太好，确实这边也不太好，确实不太好。不太熟练。润唇膏在第四个货架的第三层，瑞士卷在第二个货架的第四行，橡皮筋在王老吉旁边的墙上。妈呀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适合搁这干呢，没事你搁这帮他看店呗，老弟。老弟，你说啥呢？啊？啊？你是韩监制吧？是我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久闻大名啊！我早就想上您的戏了。我姓郝，人家都叫我老郝。我是跟那个老李给我顶替看店的。大哥，你是监制啊？我一直是监制。韩监制，您不会对我失望吧？我刚刚就对这个就确实不太熟练，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，等我适应一下？还真不是适不适应的问题。是用不用心的问题。我只来过这个超市两次，大概物品的摆放位置我都记在心里了。而你作为这个超市的老板，东西记不住很难不被淘汰啊。淘汰这……妈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才想起来咱们两个好像还合作过呢。披着狼皮的羊。我当时演一个狼族的侍女，然后我混入敌方的阵营，送上一碗毒饺子，有5.02秒的表演时间。对，那韩监制，您连一个群演都能记住，加油吧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妈呀，那啥，那个我还要赶下一个组呢，有点着急，改天再聊啊。好，以后再有演狼的角色，我还会想着你的啊。哎，好嘞，老郝。哎，对，这就叫专业。是是是，我会向他学习的。韩监制，其实我也挺敬业的。我自从到了这之后，你看我一边卖着货，一边还看着演员的自我修养。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好，以后有适合你的角色，我想着呢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哦，你看让你们俩这么一闹，我都忘了，我是来这儿买苹果的。有苹果吗？不是，苹果不就在门口那个水果箱里，你随便挑。我没有满意的，还有吗？有，库房里有，我带您过去。哦，不用了。
第二个通道向右转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忙你的事儿啊。他这是点我呢，我会努力的。这都是什么呀？我非常不满意，换了吧，好吗？哎，韩先生，韩先生，换了啊，韩先生。哎，哎，老郝，那里边那苹果没有别的了？那没有别的了。您说换了换什么呀？哎，您换点别的水果其实也可以的。他们家的梨呀、啊，那个香蕉都挺好。说实话，这个水果啊，个个都挺甜的。别动啊！苹果给我，我这苹果都咬过一口了。给我，我给你拿个新的。不是，你给我。别，你给我。我这苹果你给我。不，我这苹果给我咬过一口。不，哎，不，韩先生，哎，我这不，这是我们的员工餐。你要想吃苹果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找最好的水果给你。老郝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看啥？你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还真差不多。原来世界上真有一模一样的苹果呀！是这样，老郝啊，有一场戏，一个男演员咬一口毒苹果就要中毒身亡，但是这个男演员入戏不深，没有认真揣摩角色，所以他演得不到位。我需要再补拍一个特写镜头。哎呀，真是难找啊！哦，做不是这个感觉吗？你演的还不如他呢。哎呀，体会。哎，那个建志，哎，苹果看起来差不多，这个观众能分得那么清楚吗？差别大了，你看打上灯光之后，这苹果的纹路，上面这些坑坑洼洼，包括咬的这个牙齿的印儿，观众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当然，如果你敷衍观众的话，观众也会敷衍你。韩先生，您真是太严谨了。您这么说的话，刚才咱俩抢苹果那动作戏，我认为都不好。那么再来一遍行吗？我发现你挺爱演的。是，我就特别。我记得你说的话，以后有角色我会想着你的。哎呀，感谢，谢。是金子总会发光嘛。哎，是我扫码多少钱？不，要啥钱呢？就一个苹果，我还吃了一口了。不要钱。那谢谢你了。您客气。那我那边还有戏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等，赶紧等。哎，韩先生，您慢走。韩先生真是太专业和敬业了，我刚才所有的戏演的确实不太好，不行，必须来场重场戏找找感觉。哟，今天早晨很开心，起来喝杯茶。这杯茶来很好喝，枸杞和菊花。哟，枸杞和这，吓死我了！你干什么你？换位置，这个角度拍我比较合适。看我，哟，七克闹，哟，他们两个，一个胖了，一个瘦，你喜欢问斗还是卧斗？你喜欢问斗还是卧斗？我耶，停。这场戏应该逗得不错啊！谢谢啊！房里找的这个外援，脑子还不正常。客人来了，露笑脸，要做超市好老板，好像有点太正式了。嗯，来了啊，随便挑，随便选，选好以后到我这里结账。老李，这也不好听。老李，牛肉怎么卖啊？老李，欢迎光临，你是要买牛肉吗？
你能不能说人话呀？哦，能，我刚才那个戏是不是有点过了？是不是有点？能，你买牛肉是吧？嗯，我们民宿今天晚上不是来了个潮汕制片人嘛，非要吃那个牛肉火锅，我要牛上脑、眼肉、前胸肉、后胸肉，切吧。不是，您刚才说是什么肉？上脑、眼肉、前胸肉、后胸肉，切吧。我还是分不出来呀、啊。不是你在这儿看店，你不知道这个肉怎么切，肉都在哪儿？你问我呢？那我在这儿当服务员不就完了吗？不，你别着急，我给老李打电话，我不知道，他肯定知道啊。您放心啊，这肉我肯定知道在哪儿，但怎么切我？哎，老李，喂，老李，我是想问你。上脑肉、眼肉、前胸肉、后胸肉，这些肉分别在哪里？喂，我信号不好，太吵了。喂，喂，我跟他说，我跟他说。喂，李成的家。哎，老李啊，我这不是今天那个民宿来了个制片人嘛，非要吃那个牛肉火锅。我来了之后吧，我发现有个人在这冒充你，是个假老李。啊，对啊，说重点。老李啊，哎，你那是我朋友老领导。世上对，这今天看看店啊，有家的孩子啊，想那个，我跟他聊了几句，我觉得这个人不像好人，骗子，肯定是骗子。那个，你说重点。太聪明了，骗子。上台，放心吧，啊，我要上台了，不说了啊，上台了不说了。喂，我还没说完，喂，挂了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重点呢？我这不是得从头到尾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他说清楚吗？这不是还没说到那儿就挂了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老爷，哎，在这儿呢，姐。姐，我跟你说，欠的那个房租啊，得宽限几天。姐说的不是这个，你不是天天杀猪杀牛的吗？啊，姐宣布，到你上场的时候了。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九年经验，横店一刀，在这儿我说是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姐就信你。牛上脑、眼肉、前胸肉、后胸肉都知道在哪儿吧？知道啊，请随我来，执笔伺候。这小班让你起的。哎呀，这么讲究呢？我跟你说，姐，这横店剧组用的这些通缉令，那都是我挂的。难怪有些通缉令都不知道通缉的谁。老叶，你这个兼职可是够广的啊。这画的是兔子还是牛？牛，画的牛。哎，我真没想到你还会这个呢！你看这牛画多好呀，这俩脚。我跟你说啊，姐，这个做手打牛肉丸，这个必须得用新鲜宰杀的牛肉，不能超过这个6个小时。你要是这个超过6个小时喽，那在手打的时候，那都得沥出很多水分，根本都摊不下来。专业啊！今天做牛肉丸，姐就是找对人了。哎，你帮我把那个牛上脑、那个眼肉、还有前胸肉、后胸肉都给我画上啊，给姐标。好嘞，专业了。走，跟着姐到超市一块把那个牛肉分一分。姐，图都给你们画好了，你们照着分都中了。图我们虽然拿到了，但是你不去的话，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够分得那么准。对，走吧。我不去了。不，你是专业的，别谦虚了。这是走啥呀？请。请什么请啊？叫你来是来切牛肉的，再不切的话都不新鲜了。赶紧的。这图都给你们画好了，你们照着自个儿切不中。你搞笑呢？这庖丁解牛，我们也得实践过呀，要不然就是我是庖甲，你就是庖乙，他就是庖丙啊。嗯，说实话啊，我也没实践过。你不横店第一刀吗？那是在戏里啊。戏里？啊，你也是个演员呐？演员胆儿的了，九年间我演过39次屠夫，那横店去演界，我说我是第二，谁敢说第一？再说了，戏比天大，没有小角色，虽然只是一个屠夫，那我也是下了真功夫的。明
嘉靖年间，牛肉十四文牛。哎，老爷老爷，你这种戏比天大的精神我非常佩服，但是呢这个肉还是要切的，马大姐一直在这等着呢，咱们三个人就你有点经验，快点吧。赶紧的吧，你要是再不切的话我就真把你房退了啊。别别别，姐，要不得我试试。试试？那我得还找找感觉呀。啥感觉？戏里的感觉呀。明白了，我帮你。马大姐，这个肉我不能卖给你了。怎么了？你看看这进货单，已经超过六个小时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你去隔壁老陈那儿买吧，他有刚进的肉，新鲜。老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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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呀？你这牛肉怎么卖的？哼，想套我的价。一天一个价，今天什么价？如果你卖的话，就32一斤吧。那你卖呢？我也32啊，市场价，我总不能卖的贵过你吧？来，称，给我来十斤牛上脑，五斤眼肉，五斤前胸肉，五斤后胸肉啊。不不，你们意思是买我家牛肉啊？啊不是，我问他，42白纸黑字啊写着呢，刚才我记错了，42。什么42？这就是你说的一天一个价啊？啊？这墙上的价它能作数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属于是哄抬牛价，什么这这那那的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就告诉前方四邻，哎，快看看，这秦姐姐。38行吧？谁是你亲姐？卖！32，卖给你们。成。谢谢啊。剑商。